嘉义市新冠肺炎预防下接种施打，由合约的医疗院所和卫生所来执行。接受民众预约做预防下，不管是伫咧区域性的大病院，或者是病院诊所，预约注射的人拢真多。嘛有病院采取着日本鱼美挺式的施打方式，不只是效率真高，而且动线嘛相当顺畅。嘛有病院特别准备着防疫小礼物，感谢乡亲出来做预防下，提高着整体的疫苗覆盖。嘉义市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施打进行到48岁以上民众，这一波由合约医院、诊所以及卫生所接受民众预约施打，无论在区域性大病院，也是病院诊所预约施打疫苗的人非常的多，由病院采取着日本预备定式施打，唔但效率高，也更顺畅。感谢洪师师大吼，对这注疫苗真踊跃，啊，我咱这注疫苗普及率吼，会当较悬嘞。啊，所以病院这边嘛有准备一挂这个赠品，就是咱的随身上的干洗手，来送予咱遮来注疫苗这洪师师大，互因随时会使保持手部的清洁跟卫生。医院也接受到工会注册，选时段同时间来施打，一来会用方便预约。大家小招做回来拍疫苗，保护家己也保护团体。来注册预约，啊来这个安心病院吼，啊来去打疫苗，啊保护自己，啊也保护身边的所有人。病院也特别来赠送着防疫小礼物，感谢乡亲出来施打疫苗，拼出覆盖率。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我们在有限的疫苗当中，必须用最快速的方式去施打完。真的在这里我要感谢在我们卫生局卫政社会处，尤其是民政马上就补了这一块，民政代理人我们的里长林长，然后我们的里干事全部就一起动起来，然后要服务我们的长辈，甚至呢我们还谢谢我们的富康巴士来接送我们身心障碍还以及有需要的长辈，还有我们的计程车工会，很多人马上就能够加入，让我们用最少的费用，然后做到最好的接驳。这样的接驳是用爱来接驳。我们更感谢阳明医院的团队，在每一个就是为了让这一个流程更为紧凑、更为顺畅，他们也开发了许多的借用资讯来让它更为顺畅。最后，我还是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团队。真的，这一次集合了我们的卫生局、警察局、社会处、民政处，还有各个局处，大家整个团队。但是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市民能够有这么顺畅的施打，无论从预约到进来，这样所有的种种的流程，除了我们规划好以外，是市民朋友您的配合才会让它更顺畅。所以我们希望。疫苗的施打不但是安全最重要的前提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安心放心。